听说了吗？日月教的魔头死了。哎，谁能想到东方不败也败在别人手下了？据说是被灵狐大侠杀了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吴大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没兴趣。任盈盈，你也没兴趣吗？有人在黑木崖等你。灵狐公子，别来无恙啊。东方，你没死。怎么，你很失望？是你抓走了盈盈。是或不是，能奈我何？灵狐公子，认真！如你所愿。你希望我是谁？东方教主，英明神武，千秋万代一统江湖。你这一手可是连我都算计了。你不是很满意吗？